早上好。我已经吃了一坨了。早上的燕麦，小哼哼的燕麦，鸡蛋，我老公的火腿，咖啡加的是那个杏仁奶。交通博物馆。那我们脚下有一辆赛车。这个好可爱，刚才我们滑的那个滑梯好吓人啊，你看很害怕，我们一起滑的，我要看看，我都害怕，来妈抱抱，妈抱你上去啊，你脚得踩着脚蹬子，但你现在脚够不着，这是脚蹬子。你试一下了吗？看这里有一个上海凤凰。你看它这个是吸铁石的，它这一整面墙，一整面墙。它那边这全是吸铁石。对，然后都是你的，好不好？这里的光线好好呀，这窗户也太大了吧！哇，哼哼好厉害，哼哼在开大卡车耶！这就是带娃的一天，哎，我的嘴角长泡了，上火了。下午娃睡醒了之后，就带他来骑车车。现在天气这么好，看，果然又是掉秤的一天呢，哈哈。